范冰冰近期的感情成为焦点，与李晨的关系有逐渐明朗化的趋势。既有微博上的打情骂俏，还有业内人士的爆料，参加《奔跑吧兄弟》第二季时，两人更直接对阵。范也表现勇猛，摔到满脸泥，对李晨也毫不留情。不过一直被其他的兄弟调侃。23日，范冰冰和韩庚做客某节目，在现场，范冰冰在被问到和李晨的关系时，表示形容不出来。当节目组分别用不同类型的男星照片测试范冰冰的心跳变化时，范爷也没怵。对于鹿晗、李易峰两位小鲜肉，他都形容可爱；李治廷则称音乐好听。可当绯闻对象李晨半裸上身的照片出现在大屏幕时，范爷答了句“身材很好”，随之心跳竟然骤降至66，这让网友不禁怀疑起仪器的专业性，这不科学呀！ Girl, don't say no, no, no.